这个夏天，众多甜品都被抹茶承包了。这种和什么都挺搭的小清新口味，哪怕是个糙汉子也能吃出少女心啦。吉利丁片是让这道甜品凝固的关键，换成吉利丁粉也是可以的。抹茶粉要彻底化开，温水和茶筅是一对好帮手，可以让你在迅雷不及掩耳盗铃而响叮当之时就将茶打好。全脂牛奶保证了香浓的底口，加热到差一丁点就要全开的时候离火。糖和抹茶粉一起加入，画面太美啊，宝宝随着这个圈好像也被转进了一个小森林啊。这个夏天，众多甜品都被抹茶承包了。这种和什么都挺搭的小清新口味，哪怕是个糙汉子也能吃出少女心啦。吉利丁片是让这道甜品凝固的关键，换成吉利丁粉也是可以的。抹茶粉要彻底化开，温水和茶筅是一对好帮手，可以让你在迅雷不及掩耳盗铃而响叮当之时就将茶打好。最后一个步骤就是将打发好的淡奶油和抹茶液混合在一起，得到了香浓轻盈的慕斯液。取两个漂亮透明的小杯杯，让你最后享用甜品时得到最大的满足感。放入冰箱冷藏6个小时，熬起你的造型，静静等待这一份美味吧。切记中途保护好你的抹茶慕斯杯，别让人偷吃了哦。哈哈哈哈。